我问你哦，你第一次是什么感觉啊？第一次。不好意思啊，射到你了。你平常是不是偷偷意淫我啊？不过很少看到女生这么……这么什么？交男朋友了？这不是敢不敢的问题吧？我女儿啦，青少年就是这样子啊。是交男朋友，你才交男朋友。要干嘛？谁需要男朋友？你这样的行为有偏差。偏差？那你又是为什么？你干嘛约炮？你有人永远干我吗？这些都是假的，对吗？小兰，你干嘛呀？那去靠啊，不客气。好像有问题的都是我，好像错的都是我。可是我很困惑，有时候我觉得我的身体好像不是人的。